课文五。什么是幸福？有的人认为工资高、能赚钱就是幸福，有的人认为心情放松、身体健康才是幸福，也有人认为能帮助别人就是一种幸福。还有人说，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，比如一块橡皮、一块糖，得到了就很幸福。长大后，幸福是一种态度，生活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。那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幸福？其实幸福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。不管你认为幸福是什么，只要你用心去找，就一定能发现它。生词，比如橡皮、糖、滴。答案。